发现边四楼不给按。反映传说中这边四楼一定是有废弃的楼子。才发现边四楼不给按，去五楼看看好了。总说有人在这边搭电梯的时候会有怪声。传说中这边四楼一定是有废弃的楼层，但是找不到有入口可以进去，现在好像都封起来了。感觉这边的格局特别怪，好像看到四楼。这里是五楼。坐电梯下去看看。这里有四楼，去看看。好像就这样子。你传说中这边电梯没有办法按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到一楼。如果等一下找到其他路口，再带大家去看一下。那我现在打算带大家去最顶楼去看看。以为四楼会很大，其实很小。
超级晃。到底能怎么上去？这已经都有加那个铁网了，那就是顶楼的地方了。听说很久以前，很多人在那边跳楼自杀，所以这边都加了铁网。其实我觉得没什么特别阴的地方，但是我就觉得，电梯太老旧，还有那个什么，这边楼层都是比较旧的。我靠，楼梯竟有声音，传来有脚步声。我不说假的，是真的有脚步声。不是别人，其实你要说可怕并不可怕，但是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怪怪的事情。晚上来的话一定会毛毛的，大白天的我觉得还好，只是说楼梯间太阴了。这边也可以上去，好，那我们就下楼吧。